你好，我是花颜的网络推广主播。关于这位模特的妆容，我有点自己的想法，想和您交流一下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想买一个。哎 ，Miki 姐。啊，我正好来学习一下。我正好想和化妆师说呢，因为这位模特的妆容，我觉得不够凸显花颜新产品的特色。虽然你是跟花颜签约了，但是我们聘请的可是最专业的化妆师，我不觉得你能做得更好。我不是质疑化妆师的专业，只是如果我说的不够直观，我可以给模特改装，这样可以看得更明白一些。不必了，不用浪费大家时间。让他改。顾总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刚好在这边开会，所以顺便过来看看。我倒是很好奇你有什么想法。顾总，媒体们都在，要是他改不好的话，会很影响宣传的。你有信心吗？有。花颜一直致力于传达东方美学，它的质地色调比欧美品牌更适合亚洲女性。这次的新系列名字叫做上四，所以我把妆容改得更具古典神韵，同时呢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。顾总，陈斌进来了。早就得到消息，你们这次的新产品别具一格，没想到实际效果比想象中的还要惊艳。我决定了，这次的 stylish 的头条内容就用花颜的新系列了。很荣幸，另外还有个不情之请，可否在内容上附上他的网络 ID？ 当然可以，这是应该的。再说这么优秀的设计，我怎么可能放过呢？你好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啊，你好。对了，这期的专访呢，我们还请到了荒山月大师参加。顾总，您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们的邀请呢？如果能请到您的话，这期的内容一定会更加精彩。荒山月大师，怎么了？啊，荒山月大师是我的偶像，所以听到他的时候，有一点点小激动。对了，陈编辑，专访一向由专人负责。您是知道的，顾总一般不接受专访。当然，那如果以后顾先生需要专访的话，一定优先考虑我。谢谢。不客气。锦溪。傅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忘了，我也从事美妆工作，花颜线下有活动，我当然要来看看。哦，嗯，对了，我正好有事想跟你说，是关于月桂之华的。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是这样，我已经和花颜签约了，按照公司规定，不能再接其他品牌的推广。抱歉。明白，不用道歉的。没能帮上什么忙，对不起啊。你要是真这么想的话，不如这样吧，嗯，等你和花颜的合约期满，就和我签约怎么样？你放心，我给的价格一定比顾西城高。
哎，怎么了？贺锦熙，傅总，好巧。顾总，没那么巧，我是特意来向花颜学习的。恭喜你啊，新产品很成功。多谢。奶奶叫我们回家吃饭，坐。这么早？我不喝鸡汤。回家。顾总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和锦熙还有话没聊完。如果是签约的事情，那就没有必要再聊了。贺锦熙已经跟花颜签订合同在先。顾总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们已经聊清楚了，我不会强迫他人违约的。只不过，在不违背商业机密的前提下，我想请锦熙当我的宣传顾问，这恐怕没什么问题吧。好，你们聊，我在这等你。我等我的女朋友回家，副总不会也要管吧？傅先生，其他事情我们改天再聊吧，今天我还有点事儿。好。走吧，继续聊啊。不聊了不聊了，回家。走。傅先生再见啊。我记得我和你说过一次了吧？什么？在和我的合约存续期内，不准和其他男性有过于亲密的关系。哪里亲密了？我们就是碰巧遇见。在你这是碰巧，在别人那里未必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是怀疑傅总？你未免也太高看我了，我。他是品牌公司的老板，怎么会特意接近我，又怎么会特意和我相遇呢？哎，拜托你收起你那满天大开的脑洞，多做点正事吧啊！我是为了你好。我谢谢你啊，顾总。还有一件事情我要问你，你的资料上并没有标注你很擅长化妆，也没有说你一直在做主播，但我今天看你的化妆手法以及你的理念，绝对是专业的，而且是经过思考的。为什么你的资料和本人出入这么大，贺锦熙？顾西城那么精明的人，你千万不能被他发现了。他要是知道我们姐妹俩联手骗他，我们什么都得不到，妈妈也就没有希望了。回答我，贺锦熙。我家里人觉得这不是什么正经的工作，所以我就没在资料里写。是吗？那你怎么想的？我当然不是这么认为的呀，我很喜欢这份能够给人带来美好的工作，不然我也不会这么认真的做了，对吧？我让司徒给奶奶准备了些补品，等会儿回到家你送给她老人家。好。不过你是想帮我在奶奶面前刷好感呢，还是真的关心奶奶？我是为了你好。为我？不然你希望奶奶继续给你炖鸡汤啊？不，鸡汤不要，鸡汤有毒。
这个吧。哦，这个漂亮极了。回答正确。奶奶，哎，我们回来了。哎呦，快来快来，跟奶奶说说话。奶奶，这个呢是西城给您准备的好吃的，他说您最近为我们太操劳了，让您好好养生，养好身体。他是让我养生，还是别叫我多操心闲事？鸡汤喝得好吗？奶奶，别别别，鸡汤不要了。哎呦，奶奶，以后我们俩的事情您就别操心了，我会和他好好在一起的。嗯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成功了，还是您厉害。奶奶对我这么好，我这样骗她，真的可以吗？